凤凰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向支持的，咱今麦倒转来，又完甲咱王大帅啊共同，咱过来讨论哦。王大帅，咱顶站吼来讲着讲啊，这个儒家思想、儒家教育，根本就对咱台湾人来讲，是残害最深的北京话。残害心灵。心灵残害我们的心灵，残害我们的 DNA 想生，想切就对了。含 DNA 都拢互改变去啊！啊，无你看迄个电视顶管咧，迄几下配他啦讲的话，啊，伊台湾人咧，话是客人咧，啊，话是婚姻人咧，迄拢知影讲伊是台湾人。结果伊讲的遐话，有影听着听到底吼，啊，有影会吐血。透暗安尼吼，诶，咱即马咱家讲到讲这个儒家孔子孟子这一些什么子啦吼，咱唔知，迄敢是本人，拢叫什么，拢什么子什么子吼，秀子何子吼，迄个什么子吼，啊，咱家讲安尼来讲，这个子无好，啊，唔知啊，因迄个外国人来讲，你嘛我嘛捌看到讲中国人嘛讲去中国去学中华文化，安怎子？你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对中国的中国，咱唔通用个案哦。中国的人来讲讲哦，看这个因的儒家思想安怎？对因的儒家思想的看法。哦，我了，我有收一个做，这太侪了。我怎么讲几行啊？讲几位了啦？讲几啊？咱大家乒乓者嘞，乒乓着啦。啊，你个讲了个着哦。你讲迄马诶，批评的人，好也太多。我即马估计咧，这利马窦你就知啦。嗯。啊，迄个利马窦，迄个什么？伊介绍这个传教书嘛，第一来中国嘛，1552吼，甲1610来中国，吼，伊甲这几何啦吼，几何代数几何原理，甲世界地图、民国地图介绍吼，哦，这个迄个时中国人也无就全世界，也无中国啦，清朝也啊明朝，伊明朝时来也唔知世界是偌大，也搞不懂啦。伊就是骑马若无够的，若未够的，拢唔是国家啦。若骑马会够的，拢伊的国家啦。骑马，中国人嘛未啥会晓骑马，那是蒙古人。蒙古人才要骑马。好啦，歹势啦，我插话。哎，伊落咧批评啦。伊讲哦啊，这边那个，伊讲，你讲中国人咧讲理啦，伊讲咧宋儒啦，宋朝咧读书人咧讲理啦，啊，但是这个理伊的意思是讲一定哦，得甲事物啦，得用甲物件合起来，你这个理才行。你无理，什么叫做理？理是气还是什么气啊？是。你宋儒咧讲什么天理咯？什么理？根本大家想无嘛，所以无办法。这个理，宋儒讲啊，你天花乱坠，乱断，这上这个无甚至你能甲过去的，这个希腊吼，希腊人这个纪元前500年前咧讲的什么？气咯，甲中国人讲，咪是讲天后四大元理元素咯，五大元素咯，金木水火土，同款讲袂用，拢讲袂清楚。理并本身来做天地万物的根源，这个理论用听拢无啦，用想拢无啦。哦，啊，我念一个哦，1881年的时阵，迄个时阵遐早。中国人迄个时阵，清朝呢，好好听伊。不过清朝迄个时阵，拄只嘉庆的时阵嘛，吼、哦，中国也满洲人也清啊了未了的时阵，吼、哦，伊讲起嘛，伊讲中国，伊写一本书叫做《中国的宗教》，James Lake， 詹姆斯雷格啦，吼，伊写给吼，伊传教书《中国通》，伊写给出给一本《中国的宗教》，伊内面在这本书内面有伊指出。儒教所破的上古主义，上古的古早才是好的。爱为祖先遐团落来，安尼才是。社会搁等于祖先咧上水吼。拢走回头路啊！其实是想要把人类搁拖到等于
古老古早的野野蛮的状态，夭寿啊！甲咱一句话都讲出来。对啊，我就讲要不要迄个立马豆啊？伊迄阵啊，伊若好啊，运用这个传教书吼，伊若讲迄阵啊，因拢无欢迎伊呢。是，早起来。换道，佫叫人去要去谋杀伊呢。是，到尾啊，伊讲我看伊本册拢人，我讲迄阵伊若甲伊当作讲吼，这是一个知识的开端哦，好好来运用。因所称的中国人哦，袂讲今仔遮尼啊，遮尼傲骨。因为西洋迄个时阵已经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开始几项来。第一，就是人开始发现啊，原来我的理智、我的良心、我用的追求我家己的物件。第二，原来我的良心、我的理智吼，原来不是上帝控制。开始甲上帝。就是讲，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啦。但我唔是上帝，而这个我的心内什么拢一定得听上帝。就敢那中国人，我得听阮爸母的话，甲听这个皇帝的话安尼。唔是，所以你家己用个我破吼，去给你追求空间自我思考，对，自我思考的迄个发源力、原动力带出来。所以你才开始去对啊，哎呦！哇！咱过去阁有学问，即、這个阁有罗马的即个法律，即、這个 Greek 希腊啊，吼、希腊的即个文学、铁学，阁开始阁去研究，吼，美术啊，什么阁开始去研究，刷到追求新的物件，天文学嘛，咩啊，几几年变啊，即个哥白尼伽利略啊，哥白尼伽推翻，伽利略啊，对唔对？天文学就开始追求嘛，原来地球是咧射的。叮当，日头未叮当，结果伊讲这个时阵，改是啊，结果对啊。所以开始才有这物件，这人的思想开始开放啊，所以我们就对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开始一寡即卖西洋这五百年来不得了的这个，当然有好有坏，但是基本上袂行啊，今仔日这个社会来，咱来追求咱的人权，这是好的；追求咱的科学知识，唔通甲这个环境破坏了，等等这物件，中国人，因为我就咧回应你的一句话，就是你马到的时阵，你无好啊开放中国的社会。你知道中国社会朱元璋的时阵开始中国的锁国呢？系啊。哦，清朝咪是锁国呢？所以甲这个这五百年来，甲西洋国拢登记。当年1842年，甲英国啊人派一个无三万的部队，就甲你大清帝国拍甲走无路安尼。搞什么嘛？就是表示你这个社会拢，这个拢无去啊嘛，这个拢无力去啊嘛，你这个文化拢翘起啊嘛，你这儒教拢是讲个歹听的，阻碍进步、骗人的啦，紧轻的杀啦吼。哦，你看伊咧鬼说嘛，就譬如讲另外一个传教书叫明思普，这真出名啊。伊咧讲这中国人无西洋人的迄良心之类。无啦，伊中国人无咧讲 conscience， 西洋人讲 conscience。即个就是讲，你读个书，你就尽量和你的即个心，和你的人格提升，你心会扩大、宽大，对唔对？啊，你按那直直提升起来。中国人无咧创造，中国人读书人干哪要想要做官啊？尔啊，想要发财啊？尔嘛。啊，老百姓呢，三顿都过未饱咯，啊，所以是个水糟囝，是无得管太爷，吼，扶管看住，要甲你，要记个，那送去最岁，第十八岁以后，第十八，送去三千个皇帝遐，搁送三个，啊，搁爱利用各种的方法，搁乌西才有法度从查某囝撸进去。当然咯，啊，你甲看卖吼，这个梁启超的时阵，迄个时阵，你看甲清朝。买啊！人家因为当着外国的人有去强调嘛吼，其中伊个时阵呢，我刚才提一个叫做李时珍，嘛是国民党诶。是。伊讲你看咩？唯有放弃不合时宜的中国古典经典，甲违背时代潮流的传统文化，对用传统文化甲这思想文化。都要放弃啦，哦，才会用
对政治法律上甲公三甲五常嘛，个公常迷信中间解放出来，重新得到自由。啊，啊我啊，伊讲个迄并无重视甲发扬光大嘛。国家并无介意。哎，伊是国民党诶，所以你真可怜啦、啊。伊是国民党早期诶迄个先辈啊。无啦，伊那迄阵啊，若有选举，来大家来选伊。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可怜，迄个时阵大概是无啊，都袁世凯咯啊，说咯咯，即个。上海的是去吼，即个蒋介石臭头啊，伊脏掉。对啦，伊甲。你知影怎个招？啊，那讲好，阮世界可能佫还好一点点咧，无定着咧。我，后果就是去互臭头啊脏着。我啊，臭国家的名袂叫臭头。我啦，这都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个悲哀，迄个时阵吼，这悲哀。哎，你看我这个朋友邓文良嘛，在日本的哈，文良兄，伊一本那个如祸哈，如教的这个祸害如祸里面第六十页伊写个讲清楚。伊讲孔子无非是压制、甲你压抑、吼、破坏自由的专制的指标啦，指标就是讲，那讲孔子，那就是甲你压迫、吼、甲你破坏你的自由，代表专制的一个 symbol， 就是讲指标。但是工作就习惯了嘛。哦，啊那我这两面我写这过去的共产党，你看对如教的看法，即马个提到邓啊，就讲你，我讲你这个在单位是不？人引起的讲，引导批孔扬琴，哈，都批孔嘛。啊，对啊。哦，啊那也批孔了，那伊这是什么人有遐尼大力量？佮回到原来，佮回到那个，迄个。但即阵诶，即马即阵诶，因在中央间拢过去拢是遐比强度较高、比土匪搁较凄惨诶人。即阵人是当年是红卫兵呢，即摆诶红卫兵，我所以讲毋是讲二空三印嘛，即阵红卫兵对他二空三印差不多才无去着即阵人。啊，所以即阵啊，读卡。较歹势，即读卡都那空空内面，唔知创啥物，因为内面只底啥物，我嘛唔知吼。所以咧批评个咩，即卖个咩啊，就爬起啊，当死咯！中国人去人抄，去人偷睇，等等，哇，国家创啊袂歹啊，你看袂歹，哎，有影。人看外国敢那足好野个啊，强国崛起啊，其实咯，你看你讲。仿冒人的物件去讲偷摕人，迄落啥物？你顶刚有讲着讲，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叫商标法的概念，哈。拢啥物拢无，啥物拢安尼偷安尼迄落，啊，过来就是讲，迄落因嘛训练迄落暗杀。照常照办服务啊！这五千年文化，政府文化，无因为讲时代进步，讲遮个物件拢袂使新的人类爱行向新的。无啦，无像过去安尼乱抬啦，嘛是有掠三国个迄个铜锣湾的主角。我就是讲，哎，不是该人格拢该暗杀掉了吗？是，哎呀，佫照常在裸着。啊，所以因即款呢，中国人。对讲五千年，咱顶摆嘛讲几啊摆，第一摆，但五千年有出现多一个铁学，伟大铁学，无嘛，伟大思想家无嘛，文学家也搁较无。无啊，就最西最个宋朝词最刷都刷翘起啊，都比较不对，因为这个汉字，所以咱后摆来讲的汉字和中国人哈，这个文字和中国人主角不全，头壳拢写。残缺不全啦、啊，残、哦、缺不全啊，残缺啦，吼、哦，弄 handicap 去啊，阻碍伊发展的，是，伊这个文字，这个汉字，安排找一时间来，我的心得，吼、哦，啊，我唔是讲那我的心得啊，呢、哦，我今毛甲一寡专家请教一下。上好，你甲我个人老师共同来，恁两个来互相来对话。来创一场来对话。好啊，好啊。但是问题，伊是专家，我唔是专家啦。冇，我是他说他家来吼，我
感觉哎，原来中国人咧变个这么野蛮，这么头壳和灰类，安尼无办法吸收新的思想，吼、哦。啊，那会变个安心，内面除了汉字，这个儒教以外，第二就是汉字，嘿，第二就是汉字，因为这两个汉字下，诶、嗯。这个公务机关，这个、最官的读书人，大家都未见少，哈、哦嗯，啊，大家干那哩，这个激动人心嘛，哈、哦，啊，大家干那抱一个专制，所以这款社会民主政治，讨论的政治，尊重人的政治，无可能产生，无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这个，不见是找不到，因为这款什么款的文化，那你讲啦，一丘之貉啦、嗯，对不对？对啦，蛇鼠一窝啦。啊，那对啦，就是什么款的人，就会跟什么款人的到，什么款的社会，就出什么款的人嘛，嗯、对不对？对。啊，所以在五千年文化之下，你要叫伊讲。参选一个爱因斯坦，都变哪有可能？哦，要参选一个华盛顿，美国华盛顿，变哪有可能嘛？啊，那有啥物思想家？伊坐，伊这个思想家坐遐是干哪讲哦？吼，我伫咧台湾两千三百万内底，我要算断恁倒一个大生意人，伊是算断大生意人。啊，人民百姓伊就立法来，互人民百姓来迄落来共收瓜安尼，啥物思想家？坐你即卖在讲讲啥啦？我在讲迄落，因为儒家来来，本来迄落来，拢无啦，无啦。对，我同意同意啊，对。那咱台湾同款，即卖已经系这个抗战嘛，伊不继续，要来接头，对，照干。啊，就是同款嘛，就是安尼先，唔再变做这个中国这边到时安尼哇，孔子学院下呢，全世界安尼过安尼欢喜个安尼。敲锣打鼓，我等真侪。对，啊，搁最近，最近咱的这个政府搁还搁同款咧祭孔大典呢。哎呦，那害了。哎，你同款啊，照常咧祭孔大典啊。起码你看哦。我感觉，哎，你九月几号哟？那个什么？高丽班。嘿啦嘿啦，教师节，教师节都到时。这边哦，我感觉哦，咱来专门来制作一集吼，迄个讲。讲唔通搁迄落孔子大典唔通搁雷舞啊！你穿甲迄敢那人一边的寿衣啦，啊！着大日头着叫囡仔徛喺遐啦，天还袂光着爱去遐拜，着去遐拜。你感觉我感觉讲你去拜，你将迄个时间哦，你来互伊上网，你来互伊互伊算算嘛。这祭孔就是过去五千年来的皇帝，吼、哦！迄个时阵的这个专制政府提这个物件来表示讲，哎。钳制你的思想。这个儒家不是儒家呢，是儒教呢。嗯嗯，对了，是一个宗教，你都按个信用，这个你都个信呢。嗯，宗教甲佛教的上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是头壳，你伫用的思想思考，这个都佛教啊，从逻辑从什么来思考，你应该怀疑对唔对？宗教。上尾啊，这原理，咪是要让你怀疑，让你讨论的，让你相信的。所以，五千年文化来创祭孔诞，实际上，伊就是利用这个仪式来变作一个宗教内面，加什么上帝也好，加什么什么天神也好，啊什么来做这个仪式。什么佛教、什么佛教、世儒、佛家做会来安尼来。我那是一贯道了。咱再来讲，我当时再来讲这个台湾的宗教，这台湾的宗教蛮正趣味，去学这个儒教安尼混一个教地，安尼，我也看嘛是正趣味啦。但到底宗教啊是咧最讲白听最神秘啊，什么、我看拢无啦。啊，我即马咧转来佫讲，就是这个祭孔大典，我感觉，要来佚佗，要来从伊这个就是过去要提从这个形式来甲大家讲，儒教就是咱的宗教，吼、哦。儒、孔子讲就是咱的这个，吼、哦，甲讲伊孔子庙都甲普通大庙拢同款啊嘛，顶顶安尼是，所以伊讲的道理，大家袂使怀疑，对啊，信用来佚佗。圣旨，圣旨是天下。
啊，迄只甲皇帝过过配合起，啊，这里哎，我安尼不假意的，皇帝都是咧夹几套，皇帝出面哈，啊，伊较代表我皇帝在官员恁都去去地方咯，下面去创。啊，所以上方保剑，我就会当亲自抬人。嗯，差不多亲自抬人乱来。就是安尼嘛。抬抬说这这这个你找理由哦，啊，所以我感觉。你头下讲了，我唔知啊。这个小英政府、新政府啊，还是咧行这种，即马就开始咧训练一挂一挂人，都为着要应这个迄种教师节时阵，祭拜年咧。祭公诞咩？应该即马较紧来组织。组织，我爱看，我甲你看也无讲。万一那个通这个观光大典嘛。观光哦，系啦系啦，佮改做即、這个即、這個、另外即个形式安尼先哦，安尼卖迄个政府官员安尼去，你叫观光观光的局长，还是部长吼？咱咱中央政府部长，你落去主持。安尼个安尼，啊，所以个节目个创个新的卖点来穿啊，跟你讲安尼穿啊，迄啰，迄啰收收衣同款，创个佮佮老热的佮顶顶安尼吼。啊，较活泼的，我叫伊咧街街舞去安跳跳嘛，是使嘛？跳跳街舞，你看，诶，丁刚，无啦，这无啦，丁刚，你这创啥？你敢知？马英九穿一个迄啰乌乌的款的衫，底款的帽啊，佮佮两条迄啰迄啰甚物迄啰鸡毛啊吼，安尼，啊压一支香，你敢知啊？遮大箍安尼，压的安尼，啊都祭孔啊，祭孔大典啊，行迄个脚步安尼啊。你看，外劳民伤财，遐个囡仔伫遐曝到咁要死，大家拢目睭、迄落目镜挂到高高高，啊，拢热，啊，到月还佫介热，啊，安尼徛喺遐呢，你看迄外可怜嘞。我这个就是改良派啦，吼、哦！你革命派是那第一摆都卖都卖伊什么？嗯、我无甲改是甲改啦，甲改做这个。你咧讲改动作迄落，人伊个原住民嘞，原住民嘞，人迄、那个。原住民的文化，伊嘛该当作是观光文化，迄嘛是一种文创啊。是啊。哦，啊，这祭孔大典也可以把它当作转移啦，转移啦。啊啊，来转移啊，把来讲咱的物件，这是赞的，吼。对。哦，过去因为怎解就不停复讲个七十年的这个复兴中华文化，啊，中华文化实际上控制讲起哦。在中国北京去用台式啊，哦，啊台式啊，所以即卖用孔子讲迄种假，拢插头做，哦，啊韩国的特别以前特别像韩国特别。韩国伊嘛讲迄个孔子是因的国家的人，因韩国人嘛，哦，无可以啦，啊咱来吼，啊咱来创一个正正的一个。欢乐型的孔子纪念。对，人即马四季人都会当跳脱衣舞啊，那也袂使跳脱衣舞。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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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马是严肃吼，无我是讲台湾无一个发一个看你吧，看你无，你知影迄个像巴西迄落，对对对对，森巴舞啦，什么舞啦，就是迄个日本嘛，所有全国的安尼，安拢出来练，结果台湾配出来，那个加南北。啊，国民党若无反对，吼、哦，啊，你反对嘛，无较抓嘛，吼、哦，要好死啊嘛，对吗？啊，咱个改头换面，因为啊，念着讲伊要好诶物件嘛，吼、哦，啊，伊衫穿出嘛呢，叫会晓向惊着个，吼、哦。乌索索呢？啊，乌索索，不然阿妈阿妈。吊两支迄落迄落鸟仔毛安尼，等等等安尼。诶，毋是啥物啥物啥物。是猫安尼。啊，所以你嘛，佮真好看嘛，全世界嘛，即啊，咱来招呼外国人来，咱就创较水，吼。街舞跳都赞，哎，这然后这里仪式真庄严哦，歌呐唱得好，歌戏来唱，拢会使啊，拢来啊，无啦，歌戏也做得去，这里你哪爱你什么豫剧、上海剧啊，什么粤剧拢买使来嘛，玩得要紧，那本来就多元的文化嘛，对对对，这么越南戏这个唱落去，印尼的这个咚咚咚，泰国来来拢要紧。泰国舞嘛，足好看呀！是啊，是啊，对，来跳一下安尼。好啦，是安尼啦，吼啊！这里咱即马今天的杀啦，系啦，啊，看讲主要是今天杀，今未杀，今年是上班，啊，无就甲送到观光来去啦。啊，无就看明年就会当甲伊总结掉啦，吼，换一个快乐的气氛，吼，是啦，囡仔忝甲讲要死。对嘛，啊，你跳耍嘛，请囡仔受罪一下。啊！咱即马搁休困了，咱转来，转来了，咱就爱讲这个台湾即马发现的，这不是发现啦，
延续着这个讲伊的怪现象。哦，怪现象好。台湾的怪现象。